看，我手，我手变成阿妈的手了。为什么会是阿妈的手？因为碰到太多水了。哦。啊、哦，皱巴巴这样啊、哦？对，皱巴巴。啊，要这样子搓洗。哒哒哒哒哒。这样子搓。你要搓啊，不是让它冲水而已。我搓。你看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要切，我要切。小心刀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就要注意。先剥剥。不管不管不管。你这个我剥剥，我帮你剥。不是不是，我要从那里切掉这个。好，你的刀子这里切掉。不要这样子直接下去就好了。好。坐着，才切三颗马铃薯，两条红萝卜，就累了。没错，这个，好，今天就切圆形的就好了。等一下，你的菜在这里，所以不能让它。哎，你不是这样切啦，这样啦。好了。哈？它皮是它的防护皮，它皮对，就一样的大小哦。可是它皮就很厉害，就让我切不下去，像这样子。那个刀不是很利，我怕太危险，切不断。这可以滑，太远了。手要弯弯的，手不要这样扁扁的，手要弯弯的。把你抓住，抓住，抓住。这样弯弯的。我写的这样子比较。爸爸，我来切。好的。这需要很大力。哎，这好白哦，你看。啊，你认真切啦。可是你很厉害。哦，一直转转转。有认真哦。好硬啊。要摸，你要前后前后一下。前后前后前后。到后面要小心哦。对，砸烂了。没关系，手扶在后面一点。这刀子可能很不利。可以说是非常。好，我来切。好，妈妈切。好，最后一。啊，一半就好了，给它一半就好了。啊、okay ，好冒险哦！好，去拿一个碗来装，这里。我们一个碗。阿妈手并不是阿妈手，你看，因为刚才相机过了。对。然后妹妹在外面看影片的时候，我就在外面看影片咯，所以就好了，原来这样子。把它装进来吧。好的，一次装一个，慢慢来。这爆了可以吗？好，我再可以吃就好。啊哦，要掉了，没有。好，不能硬。可以了啊，这个我来切吧。这个这样子。这个马上切。这样子吗？大小这样子吗？嗯。那妈妈切了，这个有点硬。来，我来切。好了。好吃，没力。没力了。我来帮妈妈拍。你会吗？我会，我拍摄技巧很强。好。太好切了。这南瓜的皮削不掉，留一点没关系。只要洗干净就好。你有在拍哦？有。真的？真的。锅子好好。今天真的应该会很大锅。我没有在乱动了。你可以吃多一点。嗯。今天你的六餐七餐都吃这锅。嗯，好吧，好。
还有我做的面包啊，你可以沾咖喱吃。用面包机做的面包。对。这皮你要削掉吗？不要。会吃。我把你切掉了。啊？要剪虾米东西？剪这包，你最爱的。耶、yeah, ，最爱剪。你最爱吃的。这里就可以直接撕啊，不用剪。啊，吃得到吗？嗯，好像吃不掉，哼，差不多，还是一样要用这个我们解开，嘿，偷的这样三二一，哎，这个好拧，捏得好紧，很紧，耶，快冰了，真空包装的，是不是？还没有完全退冰啊！这冰块好薄的一片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很薄的一片，赶快把它剪开啦！哦，我手快冰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把门关起来。自己把这打开了。好冰啊！我不敢拿，我只敢摸，不敢拿。三二。小心点！谢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低碳汉堡排，它的成分是水、大豆纤维，是非基因改造的；大豆蛋白也是非基因改造的；芥花油、糖、盐、酵素；匈牙利红椒粉、罗勒叶、洋香菜叶粉；素食香料、肉桂粉和酱油。重是450克，台湾制的。台湾制的。对。好。开始。好冰啊！要放进去的。很硬哈。那就先让它退冰一下喽。没关系，这已经刚才已经退冰了，可以用了。可是很难切啊。先让它退冰一下。不是，我们今天拿进去煮啊，不用切啊。嗯，我们拿锅子。锅子这里，这里拿这个。那你不是已经有了？先煎马铃薯，等下退冰再切。煎马铃薯。我洗一下手。Hello 大家，今天一整除了那个南瓜之外，全部都是我用的。那个嘞？对，除了南瓜都是你用的。你拿一个碗来装一些白花椰菜米。主频道有人问我这个绿花椰菜米去哪里买？嗯，现在怎么处理？其实我就直接买这个冷冻的，就刚刚有说过是在老爸商城买的，大概这样子再一点点就够了。哦，冰吗？快去洗手。这个要被冻死。这个上次我买是两包免运费。宅配到家，我拿下去了。它的成分就是白花椰菜而已，一包是一公斤 ，cauliflower rice。嗯哼，好，把这个倒下去可以吧？好，可以。啊！重了，太重了。哦，这把它放上来。再放上来，这个白白的像那个，因为它有很多淀粉。哦，这也太脏了啦！太不好看了。好，等一下再清。好，这样一碗就够了。OK， 那我们先去煮了，再见。我先，对了，我忘记加油，油才能炸。这不要太靠近。不知道什么。嗯哼，开个灯。看小小的抽油烟，抽油煎鸡啊，那里是油，我要在那里加油的。哎，这昨天妈妈炸的，还可以用。啊，妈就是会这样子重复使用。哎呀，等一下我把脏脏的捞出来。哎呀，那个昨天用的，对，所以妈妈要重复使用。好，可以用了。好，我要倒下去了。啊，还没有开火哎、欸！对哦，要开火。我超厉害的，会开火。
要差不多11点钟哦，我看，对，一颗一颗放下去，嗯，要等油热一点。好啊，嗯，先放那几颗不管。好啊，你要放就放吧，因为等下我觉得油好像不够哦。我觉得油这真的好多、哦，我对油最害怕，我就觉得这锅子可能装不了哦。那水也一起进去了哎、欸，没有，水已经全部倒掉了。啊，大家，你看不要便便、啊，再见。那不会喷那么高啦、啊。等一下，我要去拿铲子在这里啦。哎呦。啊。我觉得要补一些油。我要先去补油，我先煮一煮。我用还好，因为这太多了，对，还好。那我不想，等下又要油又要都提起来，这样就够了。好了，行啦，走吧。嗯，加煎一下，等下再翻动。哦，这个。OK 啦。没关系了，这个是刚才我切的，我还记得。它、啊、这整锅都你切的啊！我把油会喷下来的地方全部都堵住了，剩下会喷下来。滴一下，喝好了。饭已经煮好了。对，你很。在意呢，饭了。对，我很在意，没饭没有办法做咖喱。现在饭你煮的、欸？全都是我煮的。那把下面的翻上来。下面的翻上来，我要不要？哇，全部都在边边边啊，要死！我最害怕这种边边哭，因为妈妈都不让我靠近。因为会沾到油，很烫，会长痘痘的。好了，等到熟吧。嗯，等它有点微焦，我看看。要有焦焦味。不用。再煎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放在这里，你要拿一个盘子来放。这个我这样子，这样子，那样，五拿。OK， 这太靠近火会烧到，所以要过来一点。这也是会烧的，这火安全，很多泡泡，这要怎么形成的泡泡？我帮你翻一下。有看到，有看到。嗯，不知道。去冲水。没有，只是想喝水。好，给它翻一下。不知道有多么可怕。要这么远吗？不需要。下面的要翻上来，下面的翻，哎呀，被放放了吧？放放，不是啦，咖喱整锅煮好淋在饭上面啦，放在饭上面，那个先盛饭，然后咖喱淋在上面。咖喱，我等下做咖喱。哦，快点去冲水。去冲水一下。哎，这个潮湿了。哎呦，擦一下，擦一下。这个我要去拿一个东西放在前面，这样变就变。拿一个面具嘛。哎，那铲子这样子会融化啦。
我已经在融化了。我看看，哦，还好没有。来，下面的翻上来。下面的翻上来，下面的翻上来，下面的翻上来，下面的翻下去，下去的翻上来，下去的翻下去。OK 了，吓死了。又喷到，要去冲一下水哦。对，那如果长痘痘，那是会有一个水泡。水泡。啊，妈妈看一下，你不要太靠近哦，后面点。这可能刚你有倒一些水下来了。这一排那么恐怖，是吗？因为它靠这里超远。好，再给它炸一下。你看，离超远的，它害怕被电。赶快来啦，给你翻动一下。好，下面的翻上来。下面的翻上来，下面的翻上来。我觉得这锅子有点太小，等下换一个锅子。哎，哦，有微焦了哎，有没有成就感？可以煎到微焦了。好恐怖，好恐怖！滴汗了，真的很热。啊，还是刚刚你的水啊？不是刚才的水，刚才水我已经擦掉了。这个超热的。好了。是吧？嗯，我想换一个锅子。我也想要。妈妈，这个太大太多了。我想吃一个。还没熟。嗯，不是熟了，再等那个回家的再来看看。嘿嘿，好想吃啊。围胶，围胶，哪里看得到吗？这里，围个围胶的。啊，哦，好配了。需要帮我吗？对。嘿。我先把它捞起来。去哪里玩？嘿嘿嘿。觉得我要做什么嘞？对。给你捞起来。很热很烫，没办法吃啦。要去哪里？要去哪里吃的？喝不住了啦。啊，你没有顾这锅，等一下焦掉，你还再吃。有没有很烫？很烫，你看，超恶心的。还放在那里。把它吃掉啦。有熟吗？有熟，好，给你这个，装一个碗里，装在这，啊，不然就直接简单一点了，你把它装了放去那个大锅子里。好吃，好吃啊，有熟啊，有像那个薯条的味道。我示范一次给你看，有一种薯条味道，薯条味道，是吗？没有加糖，而且有加糖。有薯条的味道，好好吃哦！我超爱薯。薯条就是用马铃薯做的。拿去炸，就这样子。嗯，我天，好好吃啊！点了，爱心。好，这里可以用。小心翼翼，因为它还有热度。就在第一层吧。本来要炒香咖喱粉的，他说简单弄就好了。等下咖喱粉直接加下去，加水。你看，第一座小山。你的油已经滴出来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一颗。好。不要。那两颗。好 OK， 然后你开火。这里热会沉到那里。中小火，对，这个方向对。然后等一下，你要拿给我，拿这个咖喱粉，在这里。
哪里勒？哪里勒？看一下，哎呦妈，还没有贴标签，急着。应该到，我说停就停了。是这里，是这里。用多一点，用大嘴巴的。三，不要太多，慢慢倒。我会跟你说，那先关火好了，有点慢。这样倒啊，我要倒，看要多少。妈妈，这我要我来煮哦。关机，让我给妈妈用。好，对了，再来放一点盐。加点盐，加点盐就更像那个薯条。把它打开。薯条要加盐才会好吃吗？本来就是，不用说。好。是弄粉可以吗？这里吗？难扣。好，放回去，然后拿糖。这算是古代的糖。糖，这个，这糖，对。要打破了。我嘟嘟嘟嘟，看起来不健康哎。怎么会嘞？把零食拿去炸。炸就会香香啊。香就。好，可以了，然后加水。还有，这里。三，二，一，快，一，二。多点，到一半，锅子得六分满。六分满。我们再倒。好。可以了。缺水，缺水，这里要写两个字，缺水。好，开火，又刚好把它关掉了。这是这个，还有油哎。因为刚刚炸马铃薯有油啊。马铃薯里面也有沾油。因为炸了它就变油了、啊。哦，所以马铃薯变马铃薯油。早上是巫婆汤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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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茄子一起放进来了。好吧，茄子一起放吧。放在。茄子对。茄子消失了。料要爆炸多了，麻烦。还有南瓜。啊，南瓜！这真的是南瓜，刚刚好像忘记炸了。这边真的是那个然后那个白花椰菜米在那里。真的是巫婆汤了，大家吓死了！这我还敢自己放。好，放好。还有用手刮一下。你手干净吧？干净。好。好，给我。哈哈哈！巫婆汤再次变恶心。你看看水够不够？水太够了，再加我们就要晕了。哦，你不要拉太大力，那个马铃薯会烂掉。啊哈！我喝已经要了一个小时了。好，可以给它盖盖子了。盖盖子，我来。盖子很重哦。盖住了。好，有盖紧吗？好像没有。我来盖反。没有盖反，是没有盖密合。好。那个咖喱还在煮，先切这个酥味平生的汉堡排，低碳汉堡排，可以吗？退冰了吗？哦，撕下来了。可以啊、哦。可以，要贴一条状吗？嗯，好。这比较好切。
就那么大块哦，好。小爱想吃多一点。啊，等下切丁状好了。等下切丁状，啊不要。你这样很难入口哎，再切小块一点。这样。哎，这么大。哎，这么大片，我还自己吃。这样两刀，啊没拍到。这样一刀。好好，一刀。那个抽油烟机停了。为什么？那就二十分钟到了。他会喜欢这工作，是让他去工作。就像我们学校那个。嗯，退冰了，这种半退冰状态最好切，很冰啊。很冰，很冰。我跟你说，你用叉子，叉子扶着，拿一个叉子啊，你这样叉着。哎，这个不能压下去。那妈妈切吗？可以。这不管了。帮妈妈切啦，来我用，好一起。啊，你不要咬那么用力啦。这样，嗯好。哎，你手要走啊。妈妈，你那么小力就可以切掉，我要这样暴力吗？对了，切，我们切三片好不好？好像很多哎。没有吧，要切六片。当然了，我看你专门吃这个而已。哎呦，妈妈别再说了，这个那天试吃过啊，其实跟传统的素肉味道有差别，就是这个比较没有那么重口味，吃起来没有很重的那种塑料味。嗯，塑料味确定吗？你有吃过啊？吃掉打开。你吃了觉得怎样？嗯，很好吃。味道会很重还是怎么样？不会很重。跟火腿呢？火腿的话，如果跟火腿比，它没有那么甜。甜？没有那么甜啊。哦。而且甜的话，就有一点点甜，没有太甜，像那种爆甜，就像薯条那种甜。是咸还是甜？甜，就是甜，没有咸啊。先解冻我的手。三二一，切。上面有一次。这个切到超大的哎。对啊，吃大一点才会顺口啊。那是因为自己想吃多一点。太冰了，我来切，解救你，解冻了，救援队出动，帮帮忙，你要是汪汪队，和小米队，好，这煎一煎，再放进去，然后我手都已经冻，还是我们等一下煎一煎，另外摆在旁边，好不好？你大家等我的手解冻再来做吧。解冻中，还没滚，让它滚一下，可以了。刚刚差不多五六分钟，小心这盖子很烫，拿去放好。好，你要先关也可以。把盖上面，它会煮熟了。把它放好。放哪里？放这里。大姐，我手快断了。再放在上面可以。好，再开火。不要。然后用这个搅一搅。不要。那你拿一个汤匙来试试看味道。不，只要拿一个碗，谢谢。拿碗干嘛？我爱泡菜。我泡菜。我在里面放一颗冰块。挖一点点，喝喝看。把那汤匙，看看挖红萝卜。我想吃。好。好，你喝喝看。想这个。挖我喝喝看。你先在这里喝，等下我打翻。有味道吗？
我们来喝喝看。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，没有那么甜。嗯，没有味道，要放盐吧。我给你喝一下哦。再来点咖喱粉好了。我又加了一些盐巴，还有咖喱粉。嗯。我刚好像有拿椰奶粉出来，好像有点香香的味道。你去餐桌看看，我的椰奶粉是不是放在餐桌？椰奶粉，椰奶。对，这包拿来了，加下去吧。是白色的。剩不多，我要开火。全部倒吗？全部倒吗？对，全部倒下去。对对对，你一面倒嘛，我妈一面搅，不然会结块。我们马铃薯是化掉了、啊，这花栗鼠应该还有。嗯，还有，是因为有切有大有小。哦，好烫啊、哦！因为这是铁。这做的盘子是。哇、哦，味道好香哦！你看你煮的咖喱有没有香？太靠近了啦。好了，再加点素食高汤。素食高汤，你来搅啊！这锅不是要你煮吗？啊、这锅是我煮的，没错。但现在变成我在拍了，所以有点摇啊。嘿，我是你啊，要到了吗？好，你一片一片放，我帮你拿。好，一片。我不想炸，直接放下去煮吧。片，慢慢的放。你这样会喷很高哎。爸爸，我害怕烫。哇，已经喷出来了。Sorry， 我越害怕。没关系。那姜黄等一下要赶快擦掉，不然琉璃台就会变黄色。好，你用那个铲子。妈妈来擦，你用铲子，你去拿铲子。你去拿铲子搅拌。这叫做铲子。铲子。你拿那个铲子。还得摇，拿不到。铲子。这不是铲子吗？这是勺子。铲子。这个锅铲。啊，飞了，飞起来了。给你放到最下面。别不不不不啊！我手在抖哎，哈哈哈！又泡泡，搅拌啦、啊！这真的是一个巫婆锅，大锅的巫婆锅，请大家慢慢享用巫婆锅，或是胖虎的大料理。胖虎，胖虎做的料理都是鬼的，开个都是抽油烟机，都是一个，都是一个巫婆做的东西。都滚了吗？滚了就可以了，让它滚哦。好的，等它滚。让它边边滚而已，你要搅拌，不然下面会烧焦。爆掉！轻轻推哦，不要用力的压，不然菜都会烂掉了。哎，没有马铃薯了，马铃薯，马铃薯都快没了。好了，直接逆转。好了，时间要逆转。哦，被你喷的到处都是，超脏的。好，可以了，完成哎。我们去盛饭吃。开动了。不要停。
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我没有吃，我先看。自己做的才好吃。自己做的怎样？才好吃啊！我看看做啊。那个饭挖一口啊！阿玉的手，你要不要吃了？这锅就是哥哥做的，很厉害。除了那个南瓜。说南瓜是妈妈切，其他都是你自己切。饭呢？饭好不好吃？饭是你煮的。那南瓜。南瓜。好讨厌，他不给我吃。妹妹要不要吃哥哥煮的咖喱饭？要不要吃？哥自己煮的。茄子呢？茄子有没有软？茄子，吃一个茄子看看。妹妹好像要吃哎，好吃吗？好好吃哎。妹妹要不要吃一口看看？好吃哦。你说他想吃，他现在吃，你再煮哦。拜拜。